这个公 TVBS 是7成8反对瘦肉精民调，那么民进党昨天的民调是80%反对瘦肉精，今天最新新闻呢、是85.4%反对开放瘦肉精，85.4%。那新新闻说民意是一面倒，好、哦，安尼。陈宝基主委长讲，因为迄个啥，民进党家广东部主委要起来抗议，所以就有啥掺杂政治。恁当时去甲新新闻买起来啊？我看 TVBS 甲新新闻，你拢买起来哦。国民党个民调个做，咱唔知结果会安怎。好，这样子他还要硬干啊？不会，我是感觉吼，这个从这些数据看起来，就是知道这不分男女的。但是但在实际上背后。马英九就是把这个当作政治问题在操作嘛，所以他现在先请陈宝基出来，先当什么？先当一个这个戴罪羔羊，等到最后他再来拍板定案。如果说有高达70%多80%的民众都反对美国瘦肉精进来，85%哦，这么高的民意都反对，他还执意要进来，那显然这个除了背后有政治因素，我们想不出或民生、专业，或者是真的顾及到这个所谓的人民的健康。如果真的是顾虑到健康风险，顾虑到人民的这个民生问题，怎么可能85%的民意你要跟他对坐？所以我觉得马英九这背后到底有多不可告人的政治压力，真的非常恐怖。这个政治压力大到高达85%的民意反对，可是他执意要干。是，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吼，讲怨啊，民众怨啊，说马连任你的第一份大礼竟然是瘦肉精啊，不好啦。这是拢绿色的吼，徐老师。同意。今天是连中国时报都不敢帮马英九讲什么好话，为什么会讲民怨？我相信中国时报、联合报搞不好都有做一些民调了，因为马英九。这个520就职要到啦、对不对？大家赶快看一下满意度是什么样子的。新新闻是戳破这个，目前马英九这个假象，什么安心内阁，85%的民众反对，你还要硬推，这怎么叫安心内阁？我是干嘛要开一个记者会讲新新闻跟民进党的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民进党走到背险了，什么新新闻85%？同意，我要讲的是说，马政府他们也花大钱在做民调，前阵不在讲吗？谣传什么几亿呀、他如果真的有好看的民调数字哈，陈宝基在中常会一定就拿出来了、说民众要吃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挡？你讲了以后，搞不好他真做，对，那做啊，同意。我真是巴不得他做出来，我们来研究一下，这怎么有办法？别家是做成这样，你可以做成这样子。同意，现在责任推给谁？现在推给民进党哦，不止民党政治因素，还说民党那时候要开放哦，我的意思说，马政府现在情况是怎样？你做不成的事。那也要讲说，民党都是要做，我们要跟着民党做吗？我觉得你连任以后哈，如果你还这样做，我觉得之前侯老师讲的好，是说美国这个瘦肉精没过，马英九你就跛脚了，马跛脚，不知道跟猪跛脚解释一不一样，支撑不了体重。对呀、这个礼拜六跨部会的会议啊，说现在打算啊要直播公开了，好。今天中央社总统马英九表示，第三次美牛跨部会的会议啊，媒体可全程采访，程序公开透明。那农委会说，初步规划是媒体啊开场的时候可以入内拍摄，另提供两个场地直播，供媒体与民众收看。好，那么啊，农委会有询问过与会的专家跟学者之后，大部分对于资讯都公开，都不反对。奇怪啊，第一。现在才要公开不反对，那第一场、第二场不公开赛？第二场的专家不是讲反对，无迄个周进成教授为什么要退席？对对，就是因为迄当时会议主席陈宝基有问现场的专家讲、恁有同意无？因拢反对嘛。是不是这第三场专家拢换人啊？拢换一批啊，所以变作同意啊。农委会，但是要公开透明的嘛，该爱该。副主委黄友才是出来讲啊，讲为什么不能入逐字稿？因为怕有人骂三字经。对，啊，这次专家都不会骂三字经。所以第二场比较程度比较差，公开也有理由，不公开也有他的理由。那农委会，你到底你在干什么？这第一场、第二场就可以公开了。对，第一场、第二场不能公开啊，第三场可以公开。是一定要单总统讲，单你的头家讲，才会当公开。啊，人民讲的话，立委讲的话，专家学者讲的话，你们都当个屁。有道理，只有总统讲的才算数。那农委会陈宝基，你干脆讲说，我只听总统的，总统叫我开放，我就开放。总统说不要开放，我就不开放。这样大家问题，我们就可以请问马英九，不用再问陈宝基了嘛。重点，文化宫的重点嘛。开三摆，有一个总统出来讲这项代志，讲台公开出来，
这叫啥？这叫法西斯主义啦！今日联合报变，今日苹果日报社论，讲这叫做法西斯主义。我甲记者咧，伊也不分区的立法委员，那儿童福利联盟的王益民，你对囡仔吃着美国牛肉瘦肉精，你不出来维护、下一代身体的健康，你不维护，伊出来对迄火，迄铁路火车迄种，我有兴趣，讲迄网路安尼袂使 ，NCC 要赶快修改广电三法，马上控制网络。你若去关心迄，伊唔关心囡仔后摆咱后一代食着瘦肉精会安怎？这个叫做法西斯主义在台湾要搞出来啊！是，这个第二届专家会议吼，惊人学者专家讲三字经，所以买转播，那是唔对了。惊官员讲三字经啦，我对你列举无，加大幅的学者见面的时候，输掉了，要插刀插刀里安尼教嘛吼。啊，所以一定惊人反对哦。啊，官员受气，我讲买三字经，所以较不爱转播啦吼。但我感觉讲资讯公开是好的啦，对。但是要把资料拿出来，哦，你不要隐匿资料，梦想家资料也拿不出来，合适也拿不出来。啊，你这届瘦肉精，你就把原始资料。你就跟我说那六个人的实验你怎么做，你原始资料拿出来，那动物你国内的陈宝基讲那个攻击的报告，你就把资料拿出来，让所有的学者专家检验嘛。是是，好是公开，跟他公开的你刷跟你说我这场没算了公开的不算，我还是说马总统你出来讲不要多，我们就等联合国 Codex 会议结束再说，对不对？实际是实际公开要从什么公开那个网友大家看了四个月嘛，当面对啊，不急的哦，七月一万块。